今日是5月21日，农历4月14日，而祭祀、嫁娶、动土、属鸡的朋友桃花旺，身边出现条件不错的异性，令你心动啊！属鸡的薛凯琪月头在福州开演唱会，穿着吊带连身短裙上阵，大苏纤瘦长腿 ，Fiona 唔单止人靓，仲好敬业，即使落住大雨都唔离场，头发一路滴水，被淋到湿晒，都唱足九只歌，更拎住把扇跳舞。Fiona， 你人靓，身材正，事业又发展得咁好，今日桃花咁旺，记得要去识多啲人啊！见到条件唔错嘅人就唔好错过啦。今日的幸运星是狮子座，多做好事冇蚀底，你的善心可以换来好人缘。狮子座的昆凌，自从周杰伦结婚之后，两个人就成日甜甜蜜蜜秀恩爱，简直是娱乐圈模范夫妻啊！上个月台湾花莲地震，周杰伦和昆凌一起捐了500万台币，帮助当地居民重建家园，这个已经不是他们第一次做善事了。去年8月内地华东水灾，他们都低调捐款300万人民币，平时做这么多善事，难怪昆凌和老公的人缘一直都这么好啦。幸运方向左西北向东南，幸运数字2、13、44，幸运颜色黑色、蓝色。